第2864集。此刻原本一直都是淡然之色，冷眼旁观的石老却是双眼暴睁，极为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刀光中心处，喃喃道：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秦霄闻言有些不解地看着石老，正想开口询问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，那漫天的金色刀光突然有了片刻的凝滞，随后便是轰隆一声化作了点点流光消散。一时间在场众人都仿佛被冻结了一般，傻傻地看着这一幕。龙凯那灭世一刀怎么好像被破了？很快他们的眼眸都是疯狂地颤抖了起来。只见在那原本刀光中心处，一名青年静静地站在原地，依然保持着淡然的神色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叶晨没有死，别说是没有死了，连一点点伤口都没有。难道刚才那一切都只是幻觉吗？龙凯那不屑的笑容也凝固了，一直以来傲冷的他第一次露出了惊悚的表情。自己那一刀有多强，他很清楚，换作是他自己都没有把握接下呀。可叶晨为什么会没事呢？不懂，完全不懂。叶晨凝视着龙凯淡淡道：好了，一招结束了，现在轮到我出手了。他之所以给了龙凯一招的机会，就是想看看龙凯水平而已，如果他先出手的话，龙凯没有任何出手的机会。可龙凯让他失望了，所以战斗应该结束了。下一刻，叶晨的身形骤然在原地消失，瞬间出现在龙凯的身旁。秦霄面色一变，瞬移，这是真正的瞬移啊。而后叶晨缓缓抬起手，对着龙凯一拳打住。很简单的一拳，虽然叶晨没有刻意的施展什么魂武，但这一拳却不知为何散发出了无比浓郁的魂道与武道意蕴。然后是力量，龙凯看着那逐渐在眼前放大的拳头，面上瞬间浮现了惊恐之色，体内的龙血似乎在疯狂咆哮着警告着他，他在这一拳之中感受到了生死。叶晨唯一施展的手段是魂体转化，而且没有用尽全力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一拳之中的力量便足以令整个半冥之地颤抖了。面对这一拳，一向骄傲的他竟是没有任何抵抗的打算，他猛地将手中的镇魂石按在了自己的胸口之上，一道金光爆闪笼罩了龙凯周身，其魂体愈发凝实了起来。原本面对叶晨，龙凯根本没有吸收镇魂石的打算，对付这废物还用吸收镇魂石吗？那不是显得自己欺负他？可现在他却什么也顾不上了，他想的只有一件事，在这一拳之下活下来。吸收了镇魂石之后还没有完，龙凯手中的骨刃之上波动一起，化为了一道巨大的骨盾挡在自己的身前，同时背后的金色龙骨虚影也融入到了那骨盾之中，一股极为极为坚固的气息在骨盾之上流淌。众人有些傻了，面对叶晨看似随意普通的一拳，龙凯怎么仿佛如临大敌一般，竟是全力出手防御呢？甚至比之攻击叶晨时更加卖力，连精血都已经开始燃烧了。而秦霄的面色也是骤然变了，他眼神疯狂动荡着，仿佛整个天地都在他眼中崩溃了，甚至连龙凯都忘记救了，只是定定地看着叶晨那一拳，喃喃道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龙凯的整张面孔都扭曲了起来，叶晨这一拳之中最为让他恐惧的是什么呢？魂道、武道、气息、力量都不是，最让他恐惧的是叶晨这一拳与半冥之地天道的相合度，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叶晨就是这半冥之地的主宰，就是这半冥之地的天。石老眼中金光狂闪，凝视着叶晨的拳头，声音竟是带着一分颤抖地说道：近乎 60% 的天道相合度，即便是老夫都达不到这个层次啊。
方才他们还在为龙凯那千分之一的天道契合度而赞赏，现在看来就像笑话一般。叶辰这一拳的半明天道契合度足足是龙凯的600倍。石老的面庞上突然浮现了一抹苦笑，他突然感觉自己欣赏龙凯为其打造镇魂石好像是一件很蠢的事。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妖孽。下一刻拳轰在了骨盾之上，轰隆一声，在众人眼前那看似无比坚硬的骨盾瞬间爆碎。龙凯的面上已经浮现了绝望之色，那骨盾可是用龙骨造就的，就这么碎了。他骤然看向秦霄，高喊道：师尊救我！秦霄闻言眼中却是闪过了犹豫之色，如今叶辰在他眼中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60%天道契合度什么概念？即便石老这样都比不上，可想而知有多么夸张了。他终于明白了，看走眼的不是老祖宗，而是他秦霄啊。以叶辰的资质，老祖宗为他撑腰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甚至如果秦霄站在木然女子的立场，甚至会认为整个阴神殿可能都没有一个叶辰重要。所以如果叶辰要杀龙凯，他甚至不敢阻止。龙凯见状彻底面如死灰，下一刻叶辰这一拳砸在了镇魂石形成的金色光幕之上，轰隆一声巨响，龙凯的身躯瞬间倒飞而出，砸在了天阴山上。整座万丈之高的天阴山在这一轰之下直接化为了齑粉消散，而龙凯的身躯亦是疯狂破碎，胸口的那枚镇魂石之上无数裂纹遍布，咔嚓一声竟是直接碎裂。不过这镇魂石碎裂之后，龙凯的身躯却是停止了破碎，其重伤到几乎要消散的程度，但却是捡回了一条命。鸦雀无声，整个天阴山鸦雀无声，众人就这么呆滞地看着叶辰，连思考都无法做到了。前一刻他们还认为叶辰是小丑是废物，可现在呢，叶辰却是只用了一招便极为轻松地秒杀了龙凯，甚至如果不是那镇魂石，龙凯都已经死了。这反转太强烈。而徐宝慧这一次是真的崩溃了，他看着那凄惨无比的龙凯傻笑着摇头道：这都是幻觉、绝对是幻觉，不是真的。叶辰神色平淡，实际上刚才那一拳他根本没有尽全力，若是全力出手，光是天道契合度他就能提升到 90% 的程度。只可惜自己只是和半明之地契合，若是这种契合程度能带到域外，或许屠圣大会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。而后叶辰看向了秦霄，淡淡道：秦殿主，现在我的排名是什么？秦霄闻言咽了口唾沫，低头道：此殿第一。他有些不敢面对叶辰了，就在之前他还想看着叶辰被龙凯打死。叶辰道：那明天我应该能够参加通天明碑的参悟大会了吧？秦霄连连点头道：自然可以。这时叶辰一转身朝着张凤熙与殷素玲微笑道：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这段时间硕老都在暗中帮叶辰注意着两女，所以他们经历了什么叶辰很清楚。两女似乎还有些迷糊，下一刻他们对视了一眼，美眸瞬间明亮了起来。叶辰真的做到了，一出关便逆转了一切，一时间无数阴神殿的弟子都是面色一变，他们之前都或多或少针对过两女。这时一道寒意骤然在他们心中升起，只见不知何时叶辰已经看向了他们，目光从这些人的脸上一一扫过，他面无表情地开口道：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对我的朋友不尊敬。那一个个弟子闻言浑身一颤，纷纷低头道：是叶公子。叶辰看向张凤熙与殷素玲道：我要回去继续修炼了。
两女闻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可不等他们开口，叶晨便是身形一闪便离开了天音山。他们眼神一暗，都有些失落，不过很快便振作了起来，心中暗道，叶晨都已经如此逆天了，却还在努力修炼，我也应该如此，否则只会被他越甩越远的。返回宿舍之后，玄寒玉开口道，小子，你就这么从那两个丫头面前离开了？叶晨闻言目光微闪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明日的参悟大会，而且没有意外的话，明天我便会离开半明之地，所以不能有太多的纠葛。至于以后他们还能不能相见，那就要看缘分了。第二日，一处极为幽深的宫殿之中，数十名青年男女站在此处，他们的面上都带着兴奋和期待的神色，叶晨也身处其中。这时一道身影一闪，秦霄出现在他们身前，看着众人道，你们都是我阴神殿之中的精英天才，这次参悟通天明碑的机会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珍惜。参悟天道明碑虽然是无上机缘，但却没有你们想象之中的那么轻松，反而很有可能颇为痛苦，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，不到极限绝不放弃。众人闻言都是心中一凛，齐声应道，是。